Mars 天使模式震撼来袭。在游戏中共有三种身份，恶魔天使、治愈天使和普通天使。恶魔天使属于邪恶的一方，可以使用诅咒技能。被诅咒的天使会在10秒钟后变成鸡腿儿，但是如果在此期间治愈天使释放技能的话，就可以解除恶魔天使的诅咒。可以说治愈天使就是恶魔天使的克星。不过凡事没有绝对，如治愈天使身份暴露受到诅咒，那么他可不会自缢的，直接就会凉凉，进而整个飞船普通天使也会跟着遭殃了。游戏获胜条件嘛，恶魔天使必须刀掉所有天使才算获胜，而正义的天使需要做完所有的任务才算获胜，该末日下不能报警，不能紧急集合。哇，看到了没，所有船员全是天使，身披白色翅膀，扑腾扑腾的，很是漂亮呀。还有我自己的装扮，嘿嘿，不瞒大家，今天浪哥我要玩的就是恶魔天使，就凭咱这黑暗系的披风，帅气的彩色翅膀，当恶魔天使不是妥妥的吗？嘿，你眼神不好使呀，我这翅膀也是彩色的，谁当恶魔还不一定呢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当恶魔天使不是妥妥的吗？我去，还真没轮到我。不对不对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给评评理，就我这装扮，你要再给两个大尖牙，不就是妥妥的恶魔形象吗？哦，这也能当上治愈天使，这就我这形象，病人没病也得吓出点毛病来。行吧，治愈天使就治愈天使吧，谁让咱有一颗善良的心呢。哎，雪丫头跑这么匆忙，这个红色很可疑啊，她刚刚好像对蓝色施展了诅咒，先躲远一点看看。因为咱们是治愈天使，靠近被诅咒的天使时，我的治愈技能就会亮起来。我去，果然被诅咒了，先把它解除。这么说的话，红色肯定就是恶魔天使了，遇到它呀得小心一点了。大厅有个浅绿，红色也在，不好，浅绿被诅咒了。算了，救人要紧，我治愈天使的身份一旦暴露，恶魔天使肯定不会放过我的，风筋扯呼。啊，恶魔大哥别追了呀，治病救人乃医者之天职，这是我治愈天使的责任呢，你这样追着我。哎，不追了，这就放弃了。 What？ 我去，原来这家伙已经对我施展诅咒了。完了，果然医者不能自医啊，哼，这家伙还跑来嘚瑟。我不服，再来。恶魔恶魔 Nice， 终于轮到我了。嘿嘿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说我这形象像不像正宗的堕天使？走，开局咱们先做好伪装，假装做下任务，然后再伺机寻找落单的天使。嘿嘿，发现目标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先看看附近有没有其他天使，上方安全，下方安全。嘿嘿，那就对不住了，诅咒。先躲起来，免得被其他天使发现，然后再等待几秒钟，这位天使就会变成一个鸡腿了。你也可以了，让我看看。哎，什么情况，一点事没有，诅咒失效了。不对不对，肯定有猫腻。黑色不行，那咱们就换个目标。哎，灰哥，嘿嘿，昨天玩奥马斯还欺负我来着，这次也轮到我了吧。中，哎，这次我就跟着你了，看看到底是不是我魔法的事儿。看这位置，其他天使暂时还不会过来，咒语快生效了。哎，嘿嘿，看来咒语没有问题。哦，走喽，去找其他天使去。破坏电机房，等待天使上钩。嘿嘿，应该有人去修了。小玉，那就对不住了。这就送你去见辉哥。跟上去，还不知道治愈天使是谁呢，万一被救了那就尴尬了。哎，不好，车道都看到了。车道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不是恶魔。哎，跑哪儿去了，可恶的车丫头到底跑哪儿去了。诅咒，嘿嘿，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，车丫头估计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诅咒了。要治愈天使再不来，车丫头可就要变成鸡腿喽。挡住挡住，别让其他天使看到鸡腿儿。
呀哈，还在做任务呢，诅咒你。哎，他好像发现我了，站住站住，跑得还挺快嘛。还跑呢，诅咒魔法。哈，好吧，你都已经被我下了诅咒了。别忘了，医者不能自医，就算你是治愈天使也没有办法救自己了。时间到。 Nice，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天使了。嘿，诅咒魔法，没有治愈天使，这把我赢定了。看这家伙的样子，好像已经看到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。搞定，赢喽。不得不说，这恶魔天使优势太大了，普通天使在这儿只有挨打的份儿啊。好了，各位小伙伴们，这就是 Among Us 的天使模式了。那么今天的狼杀视频啊，就到这里吧。大家还想看狼哥玩什么模式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呀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